当初会买这个保险，就惊我万一若出代志，这份保险金会让因母仔一个保障。想袂到，明月伊大，你想咱家恐怕崩啊！进去。大，到底是你想啥？那是违规啦！你今晚都袂讲啥？像想袂开啦！姐，你保险大啊，你一定是欠足侪钱，想要去死，用保险金来还。大，无钱，你必定也无难事嘛。放我拖，走了，千万唔通想袂开嘞。这是我甲恁嫂结婚的时阵啦，惊我家己哦，若发生什么意外，去买保险。但是嘛，知影苏阿弟倒会唱歌，伊真哩爱伊。恁两阿母真紧得团圆啊！恁苏的相骗我，迄行为吼，我伫外口欠真侪钱，遐钱无还，我是要哪会当给因母仔过好的日子？快，莫想遐尼济啦，母仔爱顾，爸都嘛爱顾啊，先叫爸。赶快来上班，来。大，你想要吃空肉饭呢？为什么不爱吃？小贺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大，小贺，菜头无济，也好耍双节棍尔，你莫问小困难的问题哦。我到底倒一点好啊？无钱啊，无权，无势，连家己的母仔都无想要甲我大做伙，啊是安怎？你伫要缀我？大，我缀你已经十年啊！你嘛知影，细汉时阵我是阿嬷饲大的，我常听阿嬷的话啊。阿嬷甲我讲过，你是重感情、真正的男子汉，叫我以后爱好家己学。嗯，唔系甲我骗，你妈话你讲，真诶啦。那是无老大，我高中就未毕业；那是无老大，我阿妈过生时阵，我连灵骨塔都买袂起啊。大，不管安怎，我未离开你啦，你永远是小贺诶老大。讲真诶，你逐天为一个烦恼，我真想要甲你斗三工。嗯，这是我脚步打草的报应啦，无用去连累着我的亲人，拖累着我的兄弟。对，我想要性命无值钱啦，阿无，我甘愿会着去卖来替你形象。什么兄弟？小贺，你有这份心哦，我就已经真感谢了。因为这个债务，害我甲恁嫂因某仔分开，害得阮小妹落水，为了替我还债，去酒店上班。你为我牺牲这样多哦，我不能够拖着伊啊。尤其今麦吼，伊真无简单。搁拄着重名，你放心啦，这条钱哦，我一定另外想办法的。大，我想到，咱找酒店的头家借，千五万呢，唔是小数目。酒店头家哦，看钱哦，比看伊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，伊哪有可能会借我？且酒店非所的工作哦，嘛袂当当作事业。我早就想要找一个正当、啊个稳定的工作，将来甲明月、啊个弟弟因接来的时阵哦，迄弟弟以后咧好好
嘛会当大大方方的共讲因变爸爸的头路啊。对，你不只是好老大，佫是一个好爸爸。总结代志还要紧。对，你即摆就无咧目镜，嘛无咧做乌的，临时临要要赚遐尼侪钱，足困难的。除非找做生意朋友，借看卖。对着，林东江啊，我捌甲小听过，一定有办法。给，特别甲伊联络一下。好。哎，江哥，你坐吗？有啥物代志？坐啦。多谢。我知影你的时间宝贵啊。那不是去逼着，我袂来麻烦你啊！三哥，俺之前搞斗三工遐尼济，有啥物代志，做你讲，做会到的，绝对收应该到。哦，是安怎？即摆李三元还无法度接上小妹，是毋是？你无去找恁丈人啊？